真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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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去找了，先去。你已经到这种地步了。不是啦，是你要龟条钱啊。你可以说啊，我不要。好过干嘛？我也不想要了，快点了。然后又这样子，然后情侣鞋这样一穿的话，好了，快点啦，你越老还是财神。这个就跳到爱河也许。听没有？来，好，好来。这个是指0.5，有没有？然后就吃到剩下这一段，这样就可以。0.5会不会太短啊？哦，要示范的。不要，我没有。对，我们有要求哎。要脸要侧才有霸凌点，对鼻子，还好我有学过，这样，好，咬断，听到了，听到了，OK， 好，有没有？多了啊，多了，这已经1.5，还要再少1公分，尿，哦，两个鼻子都蛮挺的，没有，然后嘴唇打开。嗯，好 ，OK。有吧？会不会太短？0.5。哇！有感觉吗？两个人在发。天文怎么样？等等，感觉蛮特别的。当然，我有这样手。因为这一关的任务是要男生抱着女生爱的新娘抱。然后才能走到下一关去，抱到下一关去，对，抱到下一关，所以没有找到就一直抱着吗？下一关是要走半个小时吗？抱是不是？对，来，你好，我们往那边好了。你觉得那边比较平？因为这边是上坡，超软的吃哎，他站在这边，我觉得你们不可能就让我们怎么走平地之类的。好，你很惨了，我怎么会走？这是上坡，这都是楼梯耶！我会不会想太多啊？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可以的，强壮，可以的。虽然我觉得我一直在下降，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抵达终点的。来人啊，快出来！有没有台风天的那个戏的感觉？有，我看电视之后应该知道。台风戏，芭蕉叶吗？有音乐，他好帅啊！大哥您真好，遇到你我真的帅啊！我爱你。嘿，你就躲在这儿。烦了你。啊，会出个声哦。对，跟我玩个游戏呗。哈。那我嘞，棋盘这里会放一颗球，嗯，我压了，你们两个要用脸把球接住。好。哦，他会跳起来。对。他要跳。他射程没有这么高哎。好来哦。放。对，我知道了，我们马不要稳，这样好了。来。哎。不容易耶。好难哦。等一下，你就用，我想一下哦，因为用这边我们看不到，用正面。好，试看看啊。正面都亲过了，正面怎么了？正面怎么不用啊？额头。这嘴巴。这个人真的玩很大哎。我的妈！好厉害！不是，我只想赢。我们来试试看。哇哇！听到了耶！还好还没有夹到。有碰到了。碰到滑掉，这样。好。哇！成功啦！你也
上来就觉得这个压力有点大。没关系啊，今天还有喜欢的女孩可以陪你做。好吧，医生。那个已经快要，快要，对。观众不要吵架嘛，观众会伤心的。其实蛮开心的，好好玩。有这种感觉？怎么了？你哭了？他哭了，他在哭，他一直在哭。我，而且我真的是最想上去玩的，因为我觉得坐第一排比较好。